2023台湾灯会良辰吉时已到，发长、台北市蒋市长、台湾观光协会叶会长、中华电信谢董事长、交通部观光局张局长、台湾观光游乐区协会廖理事长，将您的手放在开灯台上。我们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，跟我们一起倒数计时：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灯！
声鼓励。哇，现场朋友，我要邀请大家把目光看向台北101，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。